我们呈现这个华侨文教中心是10年前创立的。我们有了文教中心以后，每年我们都办一个台湾传统周活动，每年的活动都有7、8项节目，很热闹。我们说为传统周，其实是整整5月，应该叫做传统月。那么在这传统月里面呢，我们里面一项很重要的节目啊，就是这个音乐台湾，或者叫做台湾音乐。这个节目呢，首先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包含台湾流行的大家喜欢的音乐，我们把它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由台大校友的室内乐团来演奏，第二个节目是由 Formosa Love 啊合唱团给我们唱一些很好听的歌。那第三部分，去年也有这一部分，是大家唱，不只是说我们台上在唱，要台下也一起来唱啊。那么今年呢，我们的同乡会啊组织的更好的一个后援团体哈，好几个人，今天总共哈，我们这里大概有65个人都要上台啊，所以说如果观众再来65个或180人，我们这里真的是爆满了哈。那么第四个节目呢，是一个仿照我们台湾电视的综艺节目，去年是由 Alan 跟 Lydia 啊，让大家都笑翻了啊。那么今年他邀请了全世界有名的歌唱家来参加我们今天呈现的5等奖啊，所以一定也是很爆笑的节目啊。那么我知道今天大家是来听音乐的哈，不是来听演讲的，所以我的话到此为止啊。我们陈桥东中心的杨主任今天在圣地亚哥还有另一个节目要去啊，所以我们今天请了经济组有一位副组长啊，会来这里跟大家共同欣赏音乐。那么现在呢，我们请今天4个部分的乐团的代表上来，我们有一个感谢状啊，谢谢他们来帮助，让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很顺利。首先请台大校友我们三老啊。还有OCT 会长在吗？好，来，你来。好，还有最后一个 Alan， 我们台湾商会会长。另外呢，我们传统周，今年传统周哈，一共有4位召集人哈，是我 Mini 啊。这边徐战生跟黄和芬，哎，王汉平来了，那让王放你们来，好，一起不要等。还有我们主办单位七个会长哦，包括廖医师还有哪一个会的会长来的，请都上来。我们有同乡会，有狮子会、华山会。画法公民学会啊，好，侨务委员，哎，许青松，早上。另外第一个节目《爱的礼赞》啊，钢琴是由李美文老师啊，美文老师，她是我们大提琴蔡杏云的妈妈，母女一起的。Thank you.
很高兴哈，我们有这个台湾经典音乐，从我们最古典，然后一直等一下还有合唱团，还有走到流行音乐，然后就是走到现代这样子。尤其我觉得对这个我们台大室内这个乐团哈，实在是不简单，一年比一年还要更精彩哈。那个他们不只有钢琴，有小提琴，有大提琴，还有竖笛哈、横笛这些，还有真的很感动。今年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还加了手钟哈、这个手钟看起来是这样，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它等于 note 全部在那个钟上面哈、那他一个人可以这样子，四肢可以一起用，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哈、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那个相信后面的节目会更精彩。好，那接下来我们是请我们佛莫沙乐为我们演出很多首很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来，由林丽珍老师来领导，掌声鼓励一下。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我们今天节目有点改变，因为我们的那个客座女高音感冒了。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surprise， 我们就做了一些变动啊，所以我们那个酸人整条就不唱了啊，然后就继续下去。然后最后一首的独唱呢，由林丽珍老师来代评。谢谢各位。
那首是阿布勒汤，是由萧泰然教授所写的，我们自己师大的校友，他今年在八月份的时候刚过世，那我刚好唱这首歌，也刚同时庆祝母亲节，就由我独唱。
Oh.
Yeah. 他自己有一个很棒的一个合唱团，我们六月六号狮子会啊、会请他们来表演，所以大家还可以另外再来欣赏哈。那真的是不简单哈，这个非常谢谢我们 Four Boss Love。Yeah.我要谢谢我们的钢琴伴奏陈慧娟老师哈，一向就跟着北叮当，你知道吗？好，伊都北叮当咧，安尼行咧行，伊讲，啊，我来去因家伙合伴奏啊，吼，给他拜拜喜，这样拜跟着北叮当来，好，所以我还是很谢谢大家。这个林英副组长哈，还有我们许侨务委员以及我们三位召集人，还有所有的会长们以及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各位乡亲，各位大家好，到这嘛为止的节目袂歹吼，吼，讲鼓励一下吼，真的，我感觉今年今年愈来愈好，他们都很用心，想讲把最好的节目带给大家哈。那后面还有两段，越来越精彩，我相信大家都绝对袂打瞌睡，我相信哈。那我们现在借这个时间哈，因为给那里我们这个中心的主任，我们杨主任，他San Diego有市场要赶，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这个驻洛杉矶呢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经济组的林副组长，他是 Wendy Lin。林若兰女士，她比较少来我们 Orange County 所以她也有一点点get lost 刚才，所以抱歉就很有点迟到，不过没有关系。那她本身也很喜欢唱歌，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请我们林副组长来为我们讲几句话，好不好？谢谢，谢谢委员，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 Wendy 林若兰。然后林委员、徐委员还有我们的余委员啊，然后我非常的高兴呢，这个 mini 我一定要在这里再叫号委员，我们私交非常的好，他能够邀请我来参加这场盛会，台湾的经典音乐欣赏。实际上就像刚刚 mini 所讲，我自己也蛮喜欢唱歌的，那就在那个两三个礼拜前啊，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呢有 weekend， 然后就听听歌曲，哎，那天特别想要听一首叫做《安平追想曲》，然后就按了 YouTube， 就 YouTube 现在也帮你整理了哦，《安平追想曲》，它不管是第一个是江蕙唱的，第二个是邓丽君唱的，也有黄以玲唱的，然后也有管弦乐伴奏的，等等的，一共聚集了几十首。结果不瞒各位说，其实我对音乐的爱好哦，就光听到黄以玲唱的那么样的悲情哦，我都不禁掉下了眼泪。那这个眼泪呢，也感觉到说，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个乡土的这个歌曲哦，不管它的这个编曲作曲哦，尤其在它的这个词意，你可以想象它到最后一句配就说，它是荷兰的船衣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一个创作哈，我想我刚刚坐在那边呢，我觉得是心灵上的一种非常的这个享受。那我话就不多说，那希望呢我们这个台湾经典音乐的欣赏能够传承，那我们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来把好好台湾的音乐好好的这个享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刚才掌声继续的话他就唱下去了。我来唱头先我讲那一条的《安平追想曲》，好不好？深情花红的长游踪，风吹金花似青龙，想拢春雨翁，人生全无通，一时行船渡风浪。情难忘，心情无地讲，一时惊着海边风，海风无情来笑阮戆。啊！伊是荷兰的船衣。
歌嘛无简单嘞，啊嘛爱晓唱歌吼，啊你拢唔知啦，十波吼拢嘛爱晓打高尔夫球，你知道吗？像我们处长现在处长那个高尔夫球也打得很好，歌也唱得很好。我看现在这个我们林副组长他本来就很会唱，所以我们私底下我们常常是一起去唱歌，所以今天请他来是找对了。我们主任那天因为有听他在我们旅馆工会的那个高尔夫球的那个晚会上面我们林副组长也是，因为我们在替慈济筹款，那就是有人 offer 说唱，我 offer 300块请林副组长起来唱歌，他就义不容辞的就上来那个，他现在在擦眼泪耶，你看多感动。谢谢各位哈，那根本同样会啊，我今仔日来到参加这个节目啊，真感谢各位啊，主本人哦，邀请阮。那同样会去年一年前吼，有成立一个这 OCT 的卡拉 OK club， 或者 I song， 啊，你看各句台语、英文，看你家己去，根据你的想象力，是不是 I song？都会使，有几个语言来讲讲，啊，阮是甲叫爱送俱乐部。啊，今仔日吼，啊，因为是大家拢坐伫遐咧听歌吼，啊，所以可能有会听到一下吼，会较忝死啊，听歌也真忝起来吼。所以吼，即个节目咱个主办人，我讲咱来创个大家唱。哦，去年试头一遍吼，真个袂歹。啊，去年咱有这音乐老师钢琴伴奏，咱今年换一个方式，用咱的乐队吼，伫遐，就是律师甲一个黄先生吼，即甲蒋吼，伊是咱的乐队吼。啊，我请到咱的这个时代的也是歌词 control 吼，跟追。啊，今仔日方式吼。咱大家斗阵唱，但是阮今仔日吼，有出动遮个爱送 club 的 member 来甲大家带唱，所以阮遮 members 吼，因为嘛是都爱看歌词啦，啊咱遮无看两弄个即个荧幕，所以要安怎？啊，徛喺头前看已经歹势啦吼，啊你尻川拄人客吼，不过即个阮美女吼唱一条歌，听伊讲听无啦，要记一条歌未？哦，在歌中我唱唔着啦吼，独自对窗，啊，所来句是啥？屁股对门，啊，屁股对观众，歹势吼。所以阮即下换一个方式吼，阮会唱歌哦，阮会歌星呢，甲一般歌星无，我拢徛在遮，互大家咧看，啊，因是看歹势。我来塞个后边，所以因看恁唱哦，啊恁用听的就好。啊，我常咧唱歌的时阵讲，唱卡拉 OK 唔通共咧看迄个荧幕，迄幕迄字哦，常常甲你 miss 你。迄个写字的迄个人甲你辨识吼，而且迄个音迄个速度常常唔对，所以你用听的，伊若唱唔对，你甲抓我紧，甲抓包吼，我唱唔对。啊，所以等下吼，咱今仔日的歌吼，拢做一寡较咱。希望是大家拢较熟悉的歌啦，所以唱是大家唱哦，唔是干因唱尔。因每一个时阵拢有两个人，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吼，也麦也麦。啊，一个查甫的查某吼，拢会都随时拢会一支麦克咧甲伊斗阵唱啦吼。啊，咱啊伫下骹的人吼，恁大家吼，乡亲来宾，大家拢甲因斗阵唱。啊，我甲因讲个麦克吼。有听下就好哦，那唱个上大声，唱大声的时阵，下骹的人我要听下骹的人唱，会煞无听下去。所以像 DJ 吼，啊拜托吼，等下上大声的讲上大声的时阵，伊若唔知讲伊家己上大声啊，你家 turn down 不要紧，但是我唱到无声去，要唱吼，唱给大家听。啊，今仔日吼，我选的歌就是吼，较普通的歌，啊有一个特色啦吼，我。尽量选迄落男女对唱的吼，所以你会听到一个查某或者查甫来对唱，啊，恁就是同款吼。那查某的时阵，恁对查某的时，查甫对查甫的时，啊，有的气吼，有拢调节起，调节起吼，所以大家较会当唱的哩吼。你等下看到黄的时阵吼，红色的就是查某的时，啊，蓝色的。侬想唔对哦，蓝色的，是查甫吼，这无色的，歌无色的，
啊，立个哦，是大家斗认识 ，OK？ 啊，恁这个哦，王建瑞呐，伊个歌词该创无侪，是毋是讲嘛？哦，啊，伊是毋是我也唔对哦？我咱头一只歌要甲你介绍的是哦，这条这迄个这个真有名的一个小曲歌啊。伊迄段写有四条歌吼，叫做战争的时阵啦，是战争啦，叫战争的时阵，对，这种战争歌唔对吼。李林秋甲伊好朋友啦，恁帮我一个忙诶，足有名，叫啦邓宇贤，邓宇贤啊，伊迄段有四条歌，叫做《四月望雨》，多四条歌。四月望雨，我俩手，我俩手，望春风，望春风，四月望雨，望春风，乌鸦花，望春风啦，乌鸦花吼，这四条歌，咱今仔日选一条歌来唱吼，这就是吼，一个啊。邓宇贤甲李林秋的杰作哈，咱开始以前哦，咱不到啊，咱的建筑啊哈，咱先个歌词先看一下哈，有歌词可能你无时间唱了。这台湾你常常讲问讲，哎，台湾你爱哪会安尼写？这实际上你卖个想讲这是正实的，你这就是去回挖一个音尔哈。所以那个小看一下哈，这题可能大家较无问题啦哈，因为这大家较有在唱，我先 focus 好嘛。你若有需要，后壁电话讲伊个近些好无？你电话就近一个吼，哎，这个吴先生拜托一下吼。啊吼，这个红色是查某的穿吼，啊蓝的是查甫的吼。啊，你看迄个蓝的时阵，下骹腿三撮，而且拿下两个星星哦，迄个加重吼，伊讲干要五百行吼，一直讲头一个甲腿四条安尼啦吼。好，啊，你来吼。看有啥物疑问，恁若有问题哦，举手哦吼，啊无等就无机会吼，问。无问题吼。是的吼，这旧西汤，旧西汤。啊，这里吼，有诶想要对你讲吼，因为甲汤诶关系吼，咱两个是用同款诶吼，有诶讲有诶讲，这里是读讲吼，咱个读对讲吼。啊 ，OK， 啊，我先是大概无问题啦吼。好，安尼啊，拜托咱将开始咱的 music。
的阿娘啊是情的话，阮的阿娘话是袂换过，人人叫好是换过啊好，会吃换过啊话是变行无。
Amen.
有些人说奇怪，我们怎么也有这个志玲歌或者什么？当初我们设计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把台湾的经典歌曲界定在凡是在台湾流行过、大家喜欢的歌，哦，我们都叫算是我们的台湾经典歌曲。所以去年的时候，我们这里也唱英文歌，而且等一下也会有英文歌啊，这是我们的定义，希望大家了解。好，谢谢。一个人，两个人，不是，来，等一下。OK， 我们这个助手啊，有位这个秀的，好，来开始，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真的嘞，五个人。一年过得真快哈，我们去年同一个时候也是站在这里哈。是。我们在干嘛？我们在出钱呀。出钱，好，在耍宝了哈。不过今年哈，我们安排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今年我们不唱歌了，我们今天当主持人，好不好？好。不过我等一下有一个任务要我派你去做 ，OK？ 那今年的节目呢，我们叫做什么呢？
五等奖哈，不过要加一个呈现，这是呈现五等奖哈，干嘛管的啦？好，干嘛管的？那这个干嘛管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五等奖的节目，对不对？好，那五等奖更早以前是什么节目？田边俱乐部嘛，哈，那时候是谁主持的？李瑞洲哈，李瑞洲以前住美，现在是住美国了，我住 Cerritos 了哈。那这前辈已经退休了哈。不过在田边俱乐部的时候，我记得开播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好像是上幼稚园了。好，那张敏敏，你那时候是上几年级啊？我那个时候好像还在我妈妈的肚子里。对，哦，是哦，回来了。那你看起来本来就看起来很年轻的。是啊，你是我学长。不过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们是邀请了海内外知名的歌星，有日本人，有美国人，有在地的在地的等歌星来为我们献唱，等一下要好好的鼓掌。不过呢，今天这个五等奖也是一个比赛的形式，等一下我们会去帮他们唱灯，看他们得几个灯，好不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先节目就开始了，好不好？好啊。好，不过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为了感谢你多年来的牺牲奉献，在我的身边，不好意思，所以我今天会assign给你一个工作。好，什么样的工作？请走到厕所那边去。是好工作吗？当然是好的工作，请。再走近一点，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我再往前走。不是叫你进男厕，今天就是让你掌握生杀大权的这个唱灯者，好不好？不过呢，我们主持人呢是不接受威胁跟利诱的，好不好？好，我们要秉持公正公开的原则。我是这样，你很难讲。是哦，是这样的吗？好，那我们等一下看着办好了，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第一位的歌者呢，他是来自日本。我们先介绍一位来自日本的 Anoko， 这个 Anoko， Anoko 要出来啊！这个阿诺可的名字叫做 Mana Naoko， Mana Naoko， 来 Mana Naoko 请出场。哦、oh, yeah。ありがとう。こんにちは。マイクフォンは。こんにちは。マナナオコさん。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ちょっと違います。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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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ちょっと違います。はい。じゃあ、私から。私は、皆様こんにちは。私は東京都港区五丁目1550番地で横山何々校とござい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哎，你讲啥？你听无？听无？我给你翻译了，我日文做好个啦。今天讲哦，伊是讲我是这个，啥 ？Mana 上啦，吼 ，Mana 上。伊讲吼，伊今年才18岁。啊，他知道呢，台下有很多的帅哥，好，那想当他的护花使者，好，那如果在唱完之后，哈，你可以到后台来，好，来跟他见一下面，好，哎，我翻译的对不对啊？很好很好。啊，你唔得介意提电话？哦，对对对，该提电话啦，该提电话啦。今仔日是要来唱什么歌咧？我今仔日喏爱唱骚声的，爱唱欢快的。好，所以请各位我那个什么是？蛮爱看，看要再看，要再刚推出来。你个爱挂物件无？唔免，我只八岁尔，我挂物件。对。好，拍摄来。安尼好，咱请一个马拉松来，来讲唱一条歌，好不好？唱一条，什么歌？
哦哦哦，哎，叫做啥？吉赛呐，奥萨巴，啊，萨克巴，萨卡巴，萨卡巴。哎，干嘛？我在笑的，你听到？萨克是萨克，可是要把它改成萨卡，萨卡巴，萨卡巴。哦，叫这做这样讲日本的，我日本二三刀没记得了。在笑的呢哦，脑子嘞。我是袂记得要唱啥，这条歌。啊，那唱了断开哈，今天就是绝对断开的啦。好，大家来欢迎，鼓掌欢迎，好不好？他们的歌交一起啊。私よ辛くする小さな酒場の片隅で古びたピアノを弾きながらある歌っている寂しい私好，开始哦，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哎。
要三个灯也没。哎，五陀螺啦。五陀螺要。丢。三个灯。三个灯。马乌尼。哦，够乌尼哦。哎，五个灯。哦。哦，我对，我。来也有一点哀伤，你们猜猜是谁呀？一个女生。潘越云，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潘越云出场。就是这么的优雅，来来，我来翕照相，来。永远都是一个动作，好、哦，哇、wow、来，潘越云啊。是的，大哥。我见到你哈、哦，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形容哈、哦，因为看到美女，往往不晓得怎么形容，呀。不过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学长跟我讲说。美女有分好几种等级啊，好，那我们第一个等级的美女叫什么？叫漂亮，对不对？好，漂亮，哎、欸，我还没说你是啊。欸、那第二等级的美女呢？我们说她是什么呢？说她是、啊、可爱。哎、欸，对对对，哎、欸，我还没说到你啊。我也承认。哦，你也承认。那我们接下来再稍微 OK 一点的哈，我们说他什么呢？有气质啊，好，有气质的女儿。好，这个我想一下。哎，你想一下哈。不过呢，还有往下走的，实在有一点不好意思再讲下去。不过我还是要继续讲下去哈。我们第四等级的美女呢，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形容的时候呢，我们说她是很聪明，啊，很聪明。好，那。真的是长得 OK 啦，那我们还是要形容一下哈。我们聪明完之后要只能形容什么？他很有智慧。好，然后呢，真的长得啊 OK 啦，还是要再继续形容下去哈。我们说他长得什么？安全。特色。我们说他这个很善良，然后真的啊，真的没有办法形容的哈，我们只能说一说他很爱国啦。大哥，我是哪一类的？也是应该是在前三名啊，好不好？那我是通包了。好了，全部给你包了哈。谢谢。不是我被托你包呢，以前包前三名的美女的，好不好？好。好，那今天我们来唱一首什么歌呢？经历这条路。哦，经历这条路，荷花形象潘越云。谢谢。我拢在阿好，我是啊。
弯弯的头才知影歹行的路途，我是你袂当忍受，你念着爱的歌谣，我是你前途茫茫看无路，愿提起消失拢无。带一些亲友团来哈，哎、欸，我们看一下这些亲友在哪里啊？不是不是，你那个牌子呢？有拿牌子的呢？哦，你看在那里啊！哦，这都是你的亲友来帮你加油。我是看加班。哦 ，OK OK， 阿喜公，你也在点，他得点的对啊。当然了，有信心的哈，非你莫属哈。好，那我们来数数灯啦。哎，等一下，我都还没有数，你再来数。哎，行了。行了，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我啊几个灯啊？对不起，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啊！啊，重来了，这个是一个灯的了哈。来，从此来。啊，重来。好，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哦，谢谢。亲友团这个加持有力量。谢谢，谢谢，谢谢亲友团。来来来。那到台上休息一下哈，谢谢潘越宇，谢谢潘越宇。哦。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位歌者呢，他是来自美国，他是来自美国。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welcome to the Disney. 哎，没有，我们今天不在 Disney 啊。那个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e most famous.Rock singer in the U.S. Say Elvis Presley. 来，请 Elvis. 上场。哇哦！那还有两位保镖哦，两位哎没有，一保镖。Thank you very much. 哦，你们出，你们出场就这么很欢哎。好，我们听。好 ，Elvis， 你这个头发不错哎。Yeah, I borrowed from Alan Huang. 对了，这款是一个 Emma 长点的套餐啊。Okay, 不过其他都是你的名片。And this belt is yours too. Oh, it's mine too. Okay. Oh, Elvis. Yeah. So, can you talk, speak in Chinese or Mandarin? Of course. 我国语讲得很好。台语。嘛会痛哦，会痛，是啊，会疼个，但是呢，是对症下针疼。会痛啊，会痛哦，会痛，痛我美国口音还没改过来。哦，是这样子的。哦，那今天你要为我们唱什么歌呢？我今天唱一个
集锦歌，集锦 medley， 哦 medley， 哦集锦歌，好，是的，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 Elvis 来我们唱这首集锦歌。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your own club. Well, that was a lie. Well, this is your own club. Well, that was a lie. We're never gonna rob it at you in the friend of mine. You know I can't be found sitting home all alone. If you can't come around.Please telephone, don't be cruel to the heart that's true. Maybe if I meant too bad for something I may have said, let's forget that past. The future looks bright ahead. Don't be cruel to the heart that's true. I don't want no other, babyYou are thinking of. Baby, let me be your love and teddy bear. Put that chain around my neck and lead me anywhere. All of me be your teddy bear. I don't want to be a tiger, cause tiger afraid to run.I don't want to be a lion, cause lion and the kind you love in love want to be your teddy bear. Put a chain around my neck and leave me anywhere. All I could be your teddy bear.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Oh, my dreams complete. Oh,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ll always wait.看到你我就醉了。Wise men say, only fool rushes, but I can't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特别的舞步是怎么学来？是你自己发明的吗？哎，是我自己发明的。你确定是你自己发明的吗？当然了，我是猫王啊。你是猫王？好，点俗套呢，来数一下灯好不好？来看我们的 Elvis 得几个灯？好，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四个灯而已。只有四个灯啊！但是我告诉你，我在拉斯维加斯唱歌的时候，跟黑手党都是好朋友。被打了好几下。五个灯了。谢谢。谢谢。被威胁了。好，可以了。Okay, thank you very much。好，谢谢。Elvis。被威胁又被利用哈，呀！不过刚才一直看，我是一直在欣赏我做的那个灯哦，真的哈，怂跟无赖。不过我也想到，我也可以做一个生意哈，哎，你知道做什么生意吗？我可以来卖光明灯。人我靠哈，150，我收50块都不，来好不好？好，哎，咱到时看上面两位排队，跟我们登记一下，好不好？光明灯。好，那我就登记。哎，好，接下来的这位歌者呢，是非常好，在轰动港台，甚至这个所谓的内地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哇，那个身材非常棒，而且歌声也非常棒。不过现在是很棒，虽然有一点臃肿。不过我们现在出来的哈，是20年前的啦，20年前的版本，不是现在的版本哈。那就是我们的张惠妹哦。大家好，张惠妹。哇哦，张惠妹，20年前的张惠妹，你看到没有？台下都是您阿美族的族人，是不是？应该是吧，他们一起坐飞机包机过来的。哦、这样子啊？对啊。哦，阿那个哥那个不敢。好，听得懂啊？我也是讲阿美族的话。是啊。好，那阿美，你今天这个要为我们带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我要带一首，大家看到那里的没有？一想到你呀、啊！一想到你呀、啊！好，那我们先让阿梅下去准备一下，然后呢，我们开始唱这首歌，好不好？牵起了童年，牵起了我呀。
我可能要问你几个问题。好。我有做一些研究，我想请问阿妹，你知道这个山地的猫，是怎么叫？不是山地的猫，平地的猫。好，平地的猫怎么叫？你叫叫看好吗？你不知道。叫叫看嘛。好，喵。那平地的猫怎么叫？民地，平地先平地。好，喵。好，那我们说，因为你是阿美族了，从山地过来，对不对？那我们你们山地的猫又是怎么叫的？我跟你讲，我研究过了，山地的猫是这样叫的。喵。的啦。为什么叫的啦？喵的啦。山地同胞都是这样讲，讲话的啦，我们都不是这样的啦，对不对？所以猫听久了在喵的时候会加一个的啦，是的啦。那你这个山地的猫这样叫，那我们来举几个国家的猫怎么叫啊？那如果是这个中国大陆的是怎么叫啊？猫是怎么叫的？哎，不错哦，有像哦。哎，有像有像，应该怎么叫？是的，应该是这样的。喵，傻。那有日本猫吧？喵什么？喵的斯卡。那韩国猫怎么叫？喵啊你，喵的斯哟。好，我们还是来数你的灯好了，好不好？好，来，数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怎么会只有三个灯哎？阿妹唱的这么好，怎么会只有三个灯而已呢？的灯呢？哦，听说我最近演唱会还在台北举行，哦、是一票难求。哦，是哦。如果你有想要的话，四个灯。哎，嗯，还在，四个灯而已。
这个江慧姐是我的好朋友啊，哦、对，最近她在封麦了嘛，哈，她的票也是也卖光了，是求不到的、哦，真的是一票难求哎、欸。我是她的好朋友啊，是哦，想要的话，可以，可是那个，可是那还有我呢。对啊，你告诉我要几张、啊？因为我是管灯的，我要至少要两张。好，没问题。好，没问题，五个人。这个我们已经进行了这个多少这位歌的四位歌者了哈、哦，怎么样？表现得如何啊 ？So far so good。那接下来这位歌者呢，是我们可以在台湾哈、哦，可以称他为叫做什么 Pop the Queen， 请问是哪位？黄小虎啦，跟我同姓啦、哦，他都是跟我一样，都是从高雄来的哈、哦。好，那我们大概可以开始，黄小虎还没出现呢哈、哦，我们可以开始放歌了。他说今天哈、哦、要为我们唱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好、哦，好 ，ready 了吗？好。我们先请黄秀来唱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这个相亲呢？相亲在哪里？哦，相亲来，还有歌友来呀、啊，都高雄来。
来是不是？哇哇哇哇！不凉哦，不凉哦。哦哦，龙哥用来，哎，包飞机起来啊，包飞机这个。不可能这阵嘛。不可能这阵，要等过两个月啊。好，听说你是高雄人呀？哎呀。啊是啊，啊，哎，可是我看你都一直住在台北啊。对了啊，不过我以前是高雄出生啊，之后工作在台北比较方便。听讲你是六合路，遐住伫六合路呀。你来知影侪？我拢知，我拢爱调查，但是全部错的。哎，我妈叫我高雄的同学拢来。哦，对嘛哈？哎，高雄同学在那边。哎，不过考考你哈，既然你是高雄人，我想考考你的台语啊。用高雄的台语来讲几句话。哦，这没问题。没问题哈，好。国语的这个挫很挫的挫啊，高雄的台语怎么说？挫很挫，很挫。来，大奶，你先大奶，我先回答。很挫，挫的，很挫啦，这个人很挫。很挫，在吗？哈，很挫一下。啊嘞，是啊，我想的。哎，那个输啦，输啦。说烂皮啊，说都拍天。很挫哈，我们在高雄用两个字来形容。你有没有听过两挂？有，两公呀。哎，两公，那是两公的啦哈。了解了解。然后再考虑一下，这个国语的盘子哈，台语怎么说？南部的。同学，我啊，那跟你起出来讲，我还是八波音呐，黑啦啦，黑拢拿波来，对对对，黑啦黑啦黑啦。还是咱得来个大鼓啊，是不是？是啊，迄个吼，好，更来科技的更难的。呵呵，我一定爱挽回。相信你们台下的人可以翻译的出来。来，大家一起想来。好，想一想看好不好？来，我先问你啊，哈。螺旋桨的台语怎么说？哎呦，马上有人回答，厉害厉害！螺旋桨啊！哎，螺旋桨那个，你有听到？那么大声哎！波罗佩拉！哦，波罗佩拉！哦，不要！小心当龟甲，小心当龟！波罗佩拉，好，波罗佩拉！波罗佩拉！波罗佩拉是因为是那个英文翻过日文，再过来外来语。阿婆，你是要讲啥？你讲螺旋桨。螺旋桨没。哦，咱那个台语拢测验过了，好，我来测验你一下你的灯哈，看你有得几个灯。好，来，五个灯，没有灯，五个灯，没有灯，五个灯，五个灯，五个灯，哎哎哎哎哎，他到底是怎么搞的？哎哎，是怎么搞的？哎，张丽丽 ，What happened？老板，那个电力公司打电话说你没付电费。哦，不是我的责任，是中心没付电费。啊，主任在不在？主任，你没有付电费。哇，好了，那我们这个是技术上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OK， 那好，我们电费应该 OK 了吧？好，都有付嘛？好，好看吴先生有嘛？好 ，OK， 好，那我们来数一下灯，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哇！谢谢，还是得五个灯啊！谢谢。哦、来，回家。哦，我是讲七月时啊还没到吼，啊，好嘞，起码在五月时啊，两面安闪一闪，搞我吓惊。哦，黄小伟有个虎字，你看他今天搞我吓惊。哎呦，好。接下来，哇，我们已经唱了五位歌者了。接下来这位歌者呢，很特别，好，他。有一点就是所谓的 handicap， 好，那可是他歌写得很好，歌这个唱也是唱得非常好听啊，歌声非常高亢，而且真的是你听他的歌会继续听下去，而且真的回味无穷。好，好，那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萧煌奇出场，来，刚看起来，刚看起来。萧煌奇啊，来，快请，好来，来，哦，啊，这萧煌奇动位哪啊多啊？好来，哦，来，萧煌奇，你好，你好，感谢你哈、哦，这个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呈现五灯奖哈、哦，那今天呢，你要为我们唱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你是我的眼哦，你是我的眼，这是他非常代表的歌曲。
那我们先听萧煌奇来唱这首歌，好不好？好，来亲友团记得要鼓掌啊，好，好不好？谢谢。那时候我怎么能到香味？
看不见，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数灯的啊。那这样好了，我们来数一下灯，好不好？好，看你得几个灯。来看那边，看那边。一个灯，啊，两个灯，有啊，三个灯。你们两个在干嘛？灯在这边啦。灯在哪里？方向错了。哦，方向错了。这边啦。哦，这边呀。这边。哦，这边，这边，这边啊。哦，拍手，拍手，拍手。灯这边，灯这边。来，我们再来数一下灯，看你得几个灯，好不好？好，虽然你唱的不错，可是。你好像没有在后台给我什么东西，没关系啦，我还是数了，看不见了，来看不见，好，好了，好，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还没有灯啊，不是灯亮了吗？还没有暗呐，淡季的啦，秋都没得。好，来，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哇，你得五个灯了，你放电我。好，给他听一声就好了，听一声就好了。好，来来来，感谢感谢，来，阿肖是你上来哈，来，好，麻烦你听，自己走。真现实。Miracle， 我现在看得到了。刚才是为什么看不到 ？Anyway， 不过我们六位歌者哈都表演完毕了哈，全部都是五个灯哈，怎么办？通通有奖，可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一个冠军出来，怎么办？那我们就 Lilia 出来唱，就六个灯哦 ，Lilia 六个灯。好，不过呢，我要老板加薪。我们这样好了啦，我们来猜谜语来决定胜负，好不好？好不好？好，那我们在猜谜语之前呢，我们先让大家看一段广告，好，往电视看一下，好，来。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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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看到这只狗啊，吼，我想到一个谜语啊，吼，来，我们请各位歌者上台，好不好？来，请上台。慢慢来行啊，来，请上台来。哇，你看，这个每个人，这个有你们才有我，吼，真的唱得非常的棒，好。来来来来，好，跟你有这没关系。那我们呢，就猜第一道谜题哈，猜中了就留下来，好，就是得到冠军了。不过呢，要看几位猜对哈。不过现场的观众也可以参与，好不好？好，啊那又丢哈，我那内部的堂上，好不好？好，好。那我们第一道谜语哈，是五级加高啊了哈，五级加高啊，好。你拄啊咧开车啦，吼，啊有一只狗啊呢，挡在你的车的头前，吼，就是挡在你前车子的前面，吼，请猜一种饮料。然后，Morgan， 你把那个答案，吼，发下去了嘛，吼，你们大家手上有拿那张纸的答案有看到的吗？好，你等一下，观众先不要猜，好，观众先不要猜。那我们先让这位六位歌者，哈，来。张玲玲给他们看一下哈，有一只狗呢挡在你车子的前面，猜一种饮料，第一个是果汁，
第二个是红茶，第三个是咖啡，第四个是汽水。OK， 来，我们先从第一棒开始好了，来。果汁。哎，我最近没抽奖，你给我讲。那没有人中了，汽水哦。汽水。好，真的啊，来，台下的有人知道是不是？啊，是的，来拿一个麦克风给他们讲一下，好吧？来，咖啡。哦，咖啡啦，咖啡啦，为什么？咖啡啦，按喇叭啦，咖啡。哎，还来送一个张君雅，送一个张君雅的这个。干逼啦！哇，你们都没有猜中，那冠军谁得啊？没有，那没关系了，我们进入到第二轮，好不好？你们还有机会，这是我的建议哈。有四个答案，对不对？哈，你们不要再只猜那两个，你们要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如果别人已经选择那个答案走的话，你们就挑另外一个，那这样机会比较大一点，哈，好不好？好，我们还冠军还是没有产生。好，那怎么办？进入到第二题，来，第二题是什么？这只狗呢，又跑到别人的车子前面去了。好，啊，你看一下我们刚才发的答案，好，来，是分别是什么？我们来猜一种什么样的咖啡哈？这只狗呢，跑到别人的车子前面去了。五高，来，一是星巴克咖啡，二西雅图咖啡。三，博朗咖啡；四，左岸咖啡。来，我们先从一号来。那就啊，西雅图。西雅图咖啡。星巴克。星巴克。博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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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六号，六号是什么？对，没有六号，这只有四个答案了。好，一号星巴克，好，好啦，那我们台下的有人要回答的吗？等一下，我先让他们好讲哈。来，在我们都讲完了嘛？哈，那台下的知道吗？来举手一下，来。来，好，那位先生来。博朗，为什么是博朗？法郎啊，法郎上，法郎，哦，法郎咖啡，说法郎咖啡了，对了，哦，比换成别人咖啡了，对了，法郎咖啡了，哦，哎呀，对了，来，张俊雅小妹妹，来，好，哦，来，那我们刚才这几个人猜到了，你也猜到，三个，好，三个，那我们今天三个冠军了，哦，来，三包张君雅的泡面给他们，先给一个。你好小气，不给红包就给泡面。没有，先给张君雅泡面，给中奖的，好，来，张君雅，这是张君雅，好啊。那不过呢，其实这是好玩啊，我们只是娱乐大家一下哈，不过每个人都有红包，发红包。不过今天的节目是到此为止哈，非常感谢这个发红包，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来支持哈，能够留到现在。你们留到现在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是有东西可以吃，眼睛在后面可以吃啊，等一下要犒赏大家。好，谢谢，来，我们要结束，来。